你看计算价价行行有，啊，要予咱吼啊，怡婷嫁过了后，为咱着嫁吼，生着十个囝，啊，搁找十个孙，五个做医生，啊，五个做护士，你讲好无？男扮女装的媒人婆，一开口就是妙语如珠，说话的功力可谓是一流水准。因为这天大肚的黄溪社区一户人家准备要娶媳妇，包含男女双方还有迎亲队伍，全都穿上古代的红色长袍，即将用徒步的方式扛轿子将新娘娶回家。当然怀念啊，这阮这囡仔阮同阮阮囝同岁啊，你娶这。对啊，真趣味啦，真趣味，非常的欢喜啊！啊，今仔这个时代，咱这少年人还阁会当接受这种鼓励吼，这种鼓励啊！啊，咱迄个啊，我嘛满心的期待，甲祝福因，祝福因讲吼啊，迄个规个拢顺顺利利。新郎跨坐白色骏马，看起来是威风凛凛，沿途传统八音热闹开路，吸引许多民众好奇围观，直呼有趣。因为这对新人双方家住不远，因此迎亲队友选择绕行整个村庄，场面是相当盛大。还好啦，神明较重，比神明还重。我奉客你，奉客你面来斗三工。啊，你今日讲的什么呀？这只是猪。敢真重？足重的三百外斤。阮迄个社区吼，动员百外个人啊吼，啊一路下下沉沉啊吼，啊个穿着古色个衫啦吼，有诶吼，每一个人拢喜气洋洋哦，袂输社区咧娶新妇共款安尼。社区营造就是推荐咱个古树婚礼，就是吼怀念啊以前吼阿公阿祖呢娶新娘迄个过程。今仔日咱迄个主人家呢真用心啦吼，后生要娶某，啊伊就进前参加因遮去阮文南遐参观。啊！了后就看到咱台南市遮哦，咱文南美遮哦，拢有这古色婚礼。哦，啊，头家真用心哩，主人家真用心啦，讲后生呢，娶某哦，永远拢要怀念啦。原来黄溪社区曾经到台南市的文南社区进行观摩交流，看到当地推行传统婚礼，觉得相当有意思。因此，在双方家长和新人都同意的情况之下，选择遵循古礼完成终身大事，希望在创造珍贵回忆的同时，也能够传承历史。记者洪家宏、滕子超了。